你好，小姐姐。李哥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然后我就上来找你玩。佳薇啊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哦，我摘这些菜苗回去种呢，等长大了煮给你吃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李哥，你今天上来的正好，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呢。什么消息呀？一个是好消息。是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那我就先听好消息吧。好消息是吗？嗯。好消息就是，我爸爸好像同意我们在一起了。真的假的？嗯，真的。你没有开玩笑吧？没有开玩笑，我们村里人说你挺好的，然后我爸爸对你印象也很好，他就说。同意，那这也太好了吧！开心死了！哎呀，真的，那太谢谢叔叔了。哎，佳薇，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啊！啊，我说了，你不要生气哦。没事，你说吧。坏消息就是，妈妈说她还不是特别了解你，她就不是特别同意。就说给你一个考验。什么考验呀？让你来我们家住两个月，然后每天干农活什么的。让我去住你们家两个月？但是有可能我妈妈也只是随口说不要两个月。那这也不是什么坏消息呀。这还不是坏消息吗？那这你妈妈在考验我，那这也是好事呀。但是佳薇啊，但是我这几天的话，公司里面有点走不开，可不可以过两天过后我再去你们家呀？你就跟他说嘛，是的，你公司有事你就先忙公司的。但是如果说你妈妈他同意的话，我今天就去也可以。你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那走，李哥，我们先回去。不是，我回去给你。你干嘛呀？回去给你杀头猪。什么？你杀猪干嘛呀？啊，你先听我说嘛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慢一点。好。快点。不是佳薇，为什么要杀猪呀？哎呀，李哥，你现在不是我对象了吗？我们这边有个风俗，就是你来我家了，就要给你杀猪。还有这个风俗呀？对呀。那不杀行不行呀？不杀也可以。那就不用杀了呀。哎呀，不是李哥，我都已经叫了我朋友过来帮忙了。啊、而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他到了，阿洛，你来了。来，快上来。不是佳薇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朋友阿洛。你好，这个是李哥。你好，他也特别好的，李哥，我跟你讲，阿洛真的很善良，我们这里有个邻居奶奶，一直都是他在照顾呢。哇，真棒。走吧。不是，哎呀，没事。你干嘛呢？没事。听我说，不要杀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不喜欢吃猪肉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不知道你不喜欢吃猪肉？不行，先出去再说。走，出去。李哥，啊，我为什么不喜欢吃猪肉？不是，佳薇。你们两个女孩子，这猪你们能杀吗？能杀呀，过年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杀的。哇，但是佳薇，女孩子是不能杀生的。不能杀生？对。对，我还没有正式介绍呢，阿洛。你是我的对象。真的呀？哇，恭
恭喜你们了。谢谢谢谢。你高兴。谢谢。你们找到一个能照顾你的。谢谢。恭喜你。谢谢阿罗，谢谢阿罗。那你的啊，不吃猪肉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煮个腊肉吧。这个可以，腊肉可以煮。那我们就可以煮腊肉。好。